福高先生，你敢笑我？你就是这样才会被大家讨厌。讨厌？那你讨厌我吗？其实也没那么讨厌啦。好啦，我们赶快出任务吧。奇怪，主公不是说这里有鬼吗？再找找看吧。哎，等一下，那边好像有个人哎，不然我们去问问看好了。先生，请问你有看到鬼吗？什么鬼？我不知道，我只知道我是财神爷。财神到，噔噔噔噔噔，财神到，噔噔噔噔噔，把财神接到我家门口。好啦，新年快乐！来来来，发红包了，发红包了，给你们。红包？其实我就是鬼，你们中了我的血鬼术，八个子。你怎么变男的了？富刚先生，你怎么变女生啊？我，不对，你现在是富刚小姐。除非你们打败我，否则你们是变不回来的。可恶！我们一定要把他找出来。你去那找，我去那找。好。没有。自投罗网了？谁自投罗网？我是智能不足。啊？不，我是自己出来的。看我的血鬼术，八个字，糟糕！小心！水の呼吸、一の肩、二の呼吸。可恶！我要诅咒你们，新年快乐！福冈先生，我们变回来了！耶！抱我的，明明就你，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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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，不是你啦，无恋人。君の隣で微笑んだ白い花。富冈哥，你找？对哦，我现在是男生哎，力气变太大了吧？六九，你现在是富冈小姐。我。除非你们变成男的。不是。3、2、1。哦。